我想慢慢慢慢慢慢和你慢慢慢慢慢慢靠近，慢慢慢慢贴近你的心。我会想着想着你的声音，把你把你把你抱紧，爱你的每一秒全都很甜蜜。小暖呢？为什么没来？因为你在这里啊，他并不想见到你。季千木，你最好赶紧把他带过来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如果我不呢？只要是小暖不想跟你走，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强迫他。就算你给我解约，那也只有两个字，没用。你再说一遍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季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。没关系。你要不要去客房换个衣服呀？也好。不好了，向暖，苏晨和季千木因为你打起来了，你赶快过来吧。你向暖，你可一定要来呀！你总算来了，苏总和季总打起来了，可吓人了。他们人呢？在休息室，尤其苏总伤得很严重，现在李瑶在房间陪着他呢。你快去看看吧，啊！好，我现在过去。嗯。喂，放心吧，欣然姐，她已经进去了。江主管，我们一会儿休息时间有什么安排啊？大家可以一起约着吃吃饭啊。吃饭多无聊啊，我们做的是度假村，就应该让客人有度假的感觉，你说是不是啊，赵总？我随便都可以，不过只有打麻将才能让我有度假的感觉嘛。那不如我们就去打麻将吧，正好这个酒店有机麻房。不过赵总，我们陪您可打不起钱，就陪您玩玩，您看成吗？好主意啊，咱们过去打麻将吧。好。赵总平时都喜欢打什么麻将啊？哼，我都可以。哎，这不是季总房间吗？门开着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季总，季总你在里面吗？这包好眼熟啊。这好像是易向暖的包吧？他的包怎么会在季总房间啊？向暖根本没有来啊，他昨晚就跟季总走了。哟，我房间怎么来这么多？不应该乱闯，是吗？那这个怎么回事啊？这张房卡是严娜你给我的吧？备用房卡，你哪来的？我拿错了，我不知道是季总房间的。不承认是吧？那不如我们查查监控看看，是谁一直跟我，跟到了房间门口。刚刚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早就设计好的。
就是想看看你们是怎么表演的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你们居然会为了一己之私，在这么重要的发布会上干出这样的事情，差点毁了他。你们对得起大家这段时间的付出吗？谁的主意？谁的主意？都是我做的。我恨你把我表妹赶出了公司，我嫉妒你刚进公司就得到重用，我讨厌你事事都比我强，所以我就想干脆一次性把脏水全都泼在你身上，好让你在公司再也抬不起头来。一切都是我做的，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，我辞职。你是真看不出来吗？明眼人都知道是江欣然搞的鬼，严娜替他背的锅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知道为什么还不赶紧把江欣然处理掉，留着他继续害小暖吗？不行，不能动江欣然，我怀疑他跟我。你在怀疑什么？小暖，如果你真的在乎一个人，就要坦诚相待，隐瞒对谁都不好。你们聊吧，我先走了。今天明天或以后，明天今天没有我，我了解他更适合，友情一笑没尽头，恋人未满不追求，希望是我爱而不舍得，我都忘了这是第几次。